艘装满了爱的小船“达摩流浪者号”经过了世界各地4年的航行，不久前来到了新加坡的水域。 小小的游艇只有约半个一房式足般大小，船长是50岁的德国籍爸爸江浩哲，40岁的台湾籍妈妈叶丽萍，以及6岁的女儿江月彤。游艇承载了江浩哲环游世界的理想，也承载了妻子叶丽萍无怨无悔的奉献和一家人同甘共苦的爱情故事。 你还记得那个船叫什么名字吗？那个有中文的名字，那个船。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女人跟她一样，我觉得她非常的特别。她很爱我，而且她就是很不吝惜表示她真的很爱我。 这对异族夫妻原本在台湾经营一家语言补习学校。4年前，为了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，他们毅然放弃了事业，带着2岁的女儿展开海上旅行的计划。这个决定绝非一时冲动的浪漫之举，真正推动他们的是背后那股爱的力量。 20年前，当浩哲还在国立台湾大学执教时，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对象竟悄悄地闯进了他的心扉。当他第一眼看到当年19岁的学生叶丽萍时，一段师生恋就此展开。我本来在台湾教书教德文，那他是在那边上课，那我一进来那个。 教室我就看到她，我就是觉得她很漂亮啊。然后后来就慢慢开始追她。后来我问她可不可以出去吃饭，还是看电影，还是怎么样？她说不行，我现在有考试啊，可能3个月以后你再问我。我就3个月了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那后来3个月以后，她就是说 OK， 我现在有时间。她当初要找我出去的时候，我也有点惊讶。 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在准备考试就没有时间。后来跟他接触以后，发现他很有趣，那所以就觉得说，这个人是值得交往的一个人。刚开始有很好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活泼，而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。那我跟他开始出去啊，我们也很好聊天啊，我们都两个一直谈，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东西啊，比如说书还是什么东西，所以。 从刚开始就很顺啊。丽萍和一个年龄相差10岁的外国籍老师交往，虽然引起一些人的非议，不过她非但没想过要放弃恋情，反而打算跟浩哲结婚。爱情来就是来了，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说，如果我现在不跟他结婚的话，我以后就会后悔，因为我将来不会遇到一个我这么爱的人。那如果我遇到一个我真正爱的人，然后我还为了一些其他的因素而考虑不跟他结婚，其实有点愚蠢，我觉得。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很浪漫的，那结婚之后很多东西要面对的是。 你可能生活在一起，有一些生活习惯就会不一样。那可能适应的时候，并不一定能够完全都适应得很好，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 culture gap 永远没有办法 overcome， 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我们每一个东西谈就是不一样，可是现在也是我们的 values 越来越一样的 level。 当我对一个事情有感触的时候，他可能并不会有相同的感触。那我觉得心里就觉得说，稍微有点遗憾啦，有一些事情解释不清楚的，但是如果你讲出来一个成语，或者讲出来一首诗，对方应该能了解的，但是对他来说就很困难啦，他不可能会了解这个部分。那这些是需要去调试的部分。当爱情是很浓烈的时候，那这个部分都是不是问题的，完全都不是问题的。那当爱情渐渐转的比较像亲情的时候，它问题就稍微出现了一点。然后，可是当你亲情又更浓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这些部分都不重要了，所以这些部分也都结束了，这样子。